给青春一个舞台，让记忆都放慢。深刻的愿望，我眺望着远方，心之的发展，回到最初，让我代替你飞翔。一千个夜晚，多少期盼，一千个晚安，把星星点亮。左手边，好，中间拍完了吗？好，请看左边。那今天终于一千个晚安举办特映会了，那其实花蛮长时间拍摄的，聊一下今天的心情好不好？哦，对，这部戏花了蛮长的时间，我想呢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一直想要更深刻的了解齐柏林，希望抓出他的精神。所以呢，在剧本上呢，经常是一改再改，所以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在等剧本。但是希望呢，现在整个作品出来呢，花这些时间是值得的。余涵呢？我觉得就是好事多磨，就是因为这个戏真的是大戏，然后它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帮忙跟支持，很谢谢我们就是上山下海的时候遇到的大家都很愿意帮忙，场景啊还有协调，所以因为它真的要跑遍台湾很多地方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个等待跟这个时间是值得，也是必须的。希望大家可以收看这出戏。仲良哥可以。我觉得跟余涵说的一样，好事多磨嘛。那我觉得更见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管状况再糟，就可以更证明我们的团队多强大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成品，大家看到之后就会发现，真的是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，才会有拍了比较久的情况。嗯。